还是会入观众的眼，而帮你分享推播，让你爆红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转角遇见您的高玉林老师。你有成果报告会一举成功，或有作品会爆红的命吗？还是你有像一两年前被认为过气的甜心教主王心凌，突然进入大家的眼球，又占据各大网络影视平台的命吗？你当学生在学校时要拼报告及格，论文要过关，出社会后要拼经济，要拼升官，但是你的报告、你的成果或是你的作品会受老师的青睐让你高分吗？会让长官待见你而提拔你吗？还是会入观众的眼而帮你分享推播，让你爆红吗？老师跟你说，以上这一些会让你成功、让你爆红的机会，在你的命盘里是可以查得到的。不管你有没有爆红的命都没有关系，都可以来问高玉林老师，老师可以从你的命盘中看你有没有爆红的命，有的话那最好，如果没有那更好，因为老师会建议你如何在命盘中增加让你爆红的元素，请快点来找高玉林老师，老师分析给你听。